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刚刚发布的 ASUS ROG Ally X， 它是前阵子推出的 ROG Ally 的加强版本。虽然处理器还是一样的 AMD Ryzen Z1 Extreme， 但其他各方面几乎都升级了。那最直观呢，可以看到外观推出黑色的款式，更有电竞风格的感觉。接着呢，就是支持最高 24GB RAM 还有 1TB 的 SSD， 而且呢，这一代你要自行更换升级更大的 SSD 也变得更加轻松了。再来呢，就是续航的提升啊，从40瓦时的电池直接到这一代翻倍成80瓦时。那至于游戏时间是不是真的也跟着翻倍，就有待实际测试。那接口部分呢，只是从上一代的这个 SG Mobile Port 改成了这一次两个 USB-C 接口，那其中一个接口还支持 USB 4啊，以及兼容 Thunderbolt 4。那这样一来呢，能够接上更多的第三方配件。另一个在上一代为人诟病的散热也进行了改动啊，增加了散热口，让气流提升 24%。再来呢，就是按键的改动啊，摇杆的使用寿命呢，从200万次提升到500万次左右。那摇杆的布局呢，一些按键的大小都有所调整。那如果要说这一系列升级所带来的小小代价，就是它的体重提升了 11.5% 左右。我自己在现场试玩是觉得还可以接受，但是呢，对一些对于重量比较敏感的用户，可能又是进一步的挑战啦。最后 ，ASUS ROG Ally X 的售价为799美元，约在 RM 3760左右。至于大码的开卖资讯，还有待后续公布。